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希望好所在》我们节目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呢，都会来做一个专访哦。每一次都会有两位不同的来宾来到节目现场，透过半个小时的专访，来让各位观众朋友们更了解我们在地的人事物。其实孟凯常常都很喜欢这个时间呢、哦，因为都觉得是说。 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孟凯都可以听到非常多的来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我们他平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对于地方的付出，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诚挚的邀请您在这个时候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边的遥控器，坐下来静静的欣赏我们这礼拜又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专访呢？好的。 我们讲到啊，真的，呃，强身健体是非常重要。而我们台湾或我们中华民国，其实呢，一直有一个球类运动是广为所有人都喜欢，甚至称为国球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棒球。不过呢，一般来说，棒球的这个进入门槛稍微高了一点点，因为光是这个投手可能就很需要培养啊。 可是，如果说要讲全民运动的话，其实有一种运动跟棒球非常类似，但是比棒球更受到欢迎，而且进入门槛相对比较低，那就是比棒球稍微大颗一点点的，这个叫做垒球。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应该都有看过，或是都有参与过。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是我们淡水区的。 曼树垒球协会，我们的理事长，我们郑祥平郑、欸欸、理事长，哎、欸，欸、主持人好，是，啊、理李长你好，哎、啊欸，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一下說，说我们淡水区的曼树垒球协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并且当初的成立的缘由是什么？哦，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了，哦，曼树垒球这个区块，它是半球的延伸，嗯，哦。 那棒球门槛比较高嘛，哈、哦，那可能有一些人挚爱难行，他没办法说亲自参与到棒球的一个，那衍生出这个慢速垒球，全民就很能接受，嗯，那我个人是从小就加入球队，哦，那可能是打得比较不好，可是心中一直有一种难以忘怀的一种情怀了，嗯，然后长大成人以后。 哎，我就落居到淡水、哎，我忽然发现说，在淡水这个区块里面，好像可以值得推广。嗯，啊、哦，那再加上说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都对这个这个棒垒球蛮有兴趣的。对，所以我们就集合大家的一个一个智慧，吼、哦，在民国九十九年六月六号。 我们就正式成立了淡水慢速垒球协会。哦，哦<是>那现在已经到第五届、嗯<哼>哦，那我很荣幸说他们在推举我当第五届理事长。那在这个淡水这个慢速垒球界来啊，哦，有分为软硬体两个区块啦。嗯哼。软体方面来讲，就是你怎么经营这个协会？对。哦。 这个协会，我个人的认知是，它最重要就是说，它一个素质。那什么样的素质？裁判。嗯。那裁判的素质，我们是求教于中华曼垒。嗯哼。那整个一个训练裁判的过程中，哦，我们深深知道，一个公正的裁判，那他才能让这个比赛在公平、公正、哦、公开的原则下，大家玩得愉快。 <对>哦，不会有纷争。那裁判分三级：A 级，国家裁判、嗯、<哼>；B 级，哦，算是说一个大型比赛；C 级就地区训了。很荣幸的，我们淡水现在有六位 A 级的国家裁判。哦，哦這個、这都是有考证照的，要对不对？<要>嗯，要这样一级一级来，不能直接就跳级。嗯、<哼>哦，那包括一些职业选手，他们也要有年限。 不是不是说马上就能可以换 A 级，你要在五年职棒的累积经验，这是我知道。哦，那我在这个区块里面也认识很多就是棒球退下来的好手，他们为为了投入曼联，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曼联它可以扩及到小朋友。如果说大家把棒球当为国球的话，让他们参与。 慢雷活动的话，以后或许会培养出一些好手。嗯哦，那我不知道主持人应该也很喜欢玩慢雷。对哦，他号称是台湾参与运动人口最多。嗯哦，从北中南到东部来讲，应该应该有上万对哦。对，哦、相信因为。 垒球呃不棒球大家都爱看，然后、嗯、尤其是中华队在这个初赛的时候，<对>我想真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电视机前面荧幕还是说很牛啊，是公然这类大荧幕弄我的看哦、嗯喔。那本身其实我跟这里市场报告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参与这个垒球队哦、欸喔，那也是棒球比怕怕垒球啊，所以恐怕垒球啦可了，但是嘛怕垒球嘛怕十几档啊。 哦，所以说其实对垒球来讲，其实而且我觉得刚刚在你身上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是说，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职业棒球选手，对。但是只要有多一点人可以投入参与，了解那个规则、那个比赛的一个架构、那个比赛的氛围跟比赛精神。 其实无形当中，它就是推广，并且可能就可以让这样的一个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是是是是是。哦、是那现在淡水现在最缺的就是硬体方面啊，它场地，它对，它现在没有一个专属的场地。嗯，那我们之前是跟淡水国中，哦，它有一个代管的沙仑国中，抱歉，<coughs> 沙仑国中预定地。 哦，我们在那边一起活动。嗯<哼>那最近他们就是重新整修。对。所以，我们今年完全没有主场地。哦,哦。我们要去外面玩，要去外面打。嗯。那刚好今天借着贵节目，哦，我是希望说这个全民的喜欢的运动，然后整个新北市来讲，从。 哦，三峡、英歌、土城到板桥、双河、三重、五谷泸州新庄，嗯哼，都很蓬勃。嗯，那可能我们淡水在这一方面来讲，连连一个场地都没有，是说实在，是有一点比较可惜一点可惜的地方對，可惜一点。嗯、对，因为。 以人口数来说，淡水绝对是名列前茅。是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场地的受限而让很多的运动没有办法推广，那其实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嗯、不过，先天上当然，诶、欸，我们常常讲是说，在台湾好像大家比较常见篮球，<對>因为篮球。 场地需求会小一点点，那还有就是篮球的设备比较少啦，<對>基本上都是这粒球、篮架都，都 <laughs> 但是垒球也好或棒球也好，有人讲过是说它比较不易推广，是因为它的一次人数要比较多。对,對哦，不，诶、欸，可能就一次至少说我们两队，如果垒球可能要两队各十位，那就是二十位；嗯、如果说是棒球的话，至少两队要九位，也要十八位。 哦，那这个可能就比较难。还有就是这个器材，<laughs> 每个人都要手套跟球棒。对，个人装备说实在也是蛮蛮、哦、耗费用。嗯哼。那但是哦，今天主持人运动分两种，对，一个个人运动跟团体运动。个人运动就像主人主持人讲的，你可以去跑步你可以骑单车，嗯<哼>甚至你可以去游泳哦，甚至说你拿一个篮球，你就自己可以去投篮，嗯哼。 可是团体运动会迷人，就是说，你一个人强没有用啊，你要团队，好、哦，就好像我们讲的棒球会让国人这么喜欢，就是一棒接一棒，对，传承下去，哦，有一个团队在合作，光是你一个人，说实在很难扭转局势，嗯哼，哦，这就是棒球迷人的地方，对，哦，我们每次看到国家队在出征，那整个就是观众席那个。 大家提升完，连国外球队都会为之震撼、啊。呐。嗯，哇塞，台湾的棒球队，<對>呵呵台湾的棒球也好，啊、或是拉拉队也好，<對>也都很有创意。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说、哦、说提力及国力了。嗯<哼>哦，今天我热爱这个运动，不是说只有这个运动好，但是以目前来讲，这个运动在台湾被。 民众接受度很高，嗯哼，很高，对，哦，我是希望说我们在淡水这里跟一下以后有机会可以得到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赞、嗯、助，谢谢。是，哎、欸，那郑理事长，我们在拉回来有讲到是说，现在呃，民国九十九年六月六号创立的这个淡水慢速垒球协会哦，那到目前为止，这个算将近十年的一个推广哦。欸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说到目前我们协会的一个成果，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多少的会员，以及我们现在是定期都会办这些杯赛的部分，以及让更多的球队以球会友，跟其他外界的一个相处跟连接啊，这个有，因为创业为难呐、啊，守业更苦啊、嗯哦、啊，那刚开始我们成立的时候哈，需要说每个。 里都有一位李明代表向新北市哦申请，嗯<哼>然后我们成军以后，我也希望说能把整个水准提高，所以，我今天现场带了两座奖杯哦，<对>算是比较对我个人比较有纪念性的，嗯哦，一个是冠军杯，一个是季军<对>当然，当然比赛过程、哎嗯、哦有赢又有输，是哦，可是这个在我个人里面哦，我觉得说。 要得到这个冠军杯哦，就是一百零三年度城市杯哦，我们打打败了新北市最强的队伍，嗯，哦，我们拿到这个冠军杯哦，新北市最强是象。啊哦，板桥三重都很强哦，因为人啦，哎对，而且他们队伍也多，嗯，啊，他们一些职业退下来的好手也多啊，但是我们淡水也有对哦，毕竟。 球赛还没打完，谁输谁赢的还不知道。球是圆的，没有到二十七，就是九人九局下半都不知道了。当然，曼雷我们打是七局啊，哦，对对对，哦，然后在我们创立的时候，我们的会员总共有一百零八位，嗯哼，哦，那目前来讲应该是会持续会增加，只不过就是说。 可能我是一个算是一个民间的团体，嗯，哦，在行政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比较缺乏，嗯<哼>，好、哦，没关系，哦，我们一步一步来。对，那在推广慢速垒球的过程中，我个人有一个一个心得，就是说，它可以带动小学的乐乐棒球。哦，哎、嗯欸，所以我们有跟中华曼垒，他是。 也是那个全国热热棒球的一个相关组织，对，哦，他们可以合并。那他推广这个热热棒球来讲，哦，对棒球或是以后的慢速垒球，都会有一种所谓的一个兴趣。嗯哼，哦，那我不是说一一定建议说小朋友一定要走，但是我的理念，哦，强身健国。 是无可替代的。嗯，如果说今天一个体力不好的一个学生，我相信他要做其他事情，他会会有一些困扰。对哦，做任何事情都要体力。嗯哦，那打球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讲也比较好，不会说他的空闲时间太多。嗯，去做一些闲杂的事，<對>这样子很容易滋生问题。嗯，好、哦，慢慢的，我是希望说整个淡水。 在慢速垒球界这一块哦,哦，有空不妨来参与看看。嗯<哼>哦，希望主持人以后也有机会来参与。<laughs> 是，其实就是说大家共同的来参与啦。其实我觉得刚刚理事长在公告最后的公，至少从小到大，从年轻的朋友到年长的朋友，其实你只要有心投入，都可以来参与。而且慢速垒球跟棒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要。 难也可以很难，哎、欸，哦、喔，那个球真要球的很刁钻，也可以很刁钻，欸、但是哎、欸，要很轻松，你给大家打好玩也可以，这个比较轻松的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适合男女老少的一个参与了那这个冠军杯是我看到是在海山杯，您说上一次是打败板桥跟三重这个球队、欸，对，哦，所以说这个冠军杯是非常具有意义。

办这种理事长杯哦、喔，<對>一般在各地区来讲就是强度最高的。嗯，哦、喔，这代表说我们整个淡水慢速垒球协会是，他是地主队，他当然希望说要广邀各地的好手，嗯，一起来切磋。嗯<哼>嗯、对哦、喔，那这一次是我们办五届来唯一拿过名次的一届，嗯、那其他的都被外地人拿走，嗯<哼>，好是有一点可惜、啊 <laughs> <我 S 1> 喔 持续的也要加油，希望是说把奖杯留下来。嗯、不过另一点也算是以球会友，对对对。其实大家打、哦、打完球以后都是好朋友，嗯哦，都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国中同学，只不过现在分居在三重、板桥、淡水，哦嗯、他们都以前因为有一些球员他，他他们就是从小一起打球的，对哦啊，就是一起代表新北市。 哦，那只不过现在落局不一样而已，嗯、所以他们都会讲找回很多年前的一种回忆啊。嗯<哼>哦，这个真的是天天天涯海草哦，大家都都可以为透过曼垒，然后再度相逢嘛。是是。哦、是我我看得出来，主持人应该曼垒也是很厉害，啊、因为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嗯、啊，哎，也可以投的很刁钻。对，这真的不懂得以为说。 啊，慢点就轻轻抛。可是我們，我我们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厉害，投手还能发展到把球投的那么刁钻。我真的我也是后来接触到，我才知道，嗯、哦，这个真的是内行人才知道，也是很佩服、哦。哎、欸，对，對有。 冷杀斩老那耍个球速其实也又准，对，又准。是，我想讲到这个运动金棒棒球金来，呃，垒球金，可能我们这个再花三天都讲不完了。哦，我拉回来，我们想说这个郑理事长，您说我们现在淡水区的这个曼垒推广啊，我们一。 一年里面会有办多少个杯赛？那还有，就目前我们的联盟的部分有几支球队是我们在地的球队来共同参与。联盟基本上来讲都是在地球队。嗯哦，从我第二届的时候已经有到了十六、十七队，我记得。嗯嗯那现在来讲，在去年来讲哦，可能因为场地的，现在还剩十二队。哦，那没关系，我知道说第五届。 今年来讲，好像又要增加一队，嗯，哦，应该有十三队。那我们一年倾向就是办两个杯赛，嗯哼，上半年跟下半年各一个杯赛。<對>那这两个杯赛我会给他区分，哦，上半年就是以理事长杯为一个公开赛，邀请各地好手，嗯，哦，那理事长杯可能也是牵扯到一些经费问题。 没关系，我们自己想办法。好、哦，那下半年来讲，我是倾向于说类似淡水区的运动会啊。哦，淡水区从曼联开始。如果说今天我们假设哦，曼联运动哦，它的效率比较快嘛，我们一个礼拜六，一个礼拜天，十二支球队报名就好。那十二支球队假设是十二个里，嗯，哦，由里长带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弄一个小型的淡水慢速垒球运动大会？嗯哼，哦，那可以请我们的区长啊，甚至各级的民意代表来看一下淡水在这个运动来讲，它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嗯，哦，那我们不需要不需要多大的一个财经或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就是每个李民他能参与，让他知道说这个运动哎、欸、很好玩。 哦，而且如果可以分级的话，男女老幼都可以、嗯、哦，可以常青组、长春组，甚至混合组，规则都因人而异定。嗯哼，哦，让大家享受到这打球的快乐。对，嗯，其实确确实啦，就说我们打球，其实呃，真的接触到户外，嗯、然后还有就是流流汗。 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感觉到就会非常的舒适。现代人有些时候，今天我当时要供修波言了，我当时要供这类工作忙碌、压力大了，好像礼拜六日都没时间运动，都只想要在家里好好睡觉。但是忽略了，如果说没有强健的身体、强壮的体魄的话，其实你再怎么休息，可能都没有办法把失去的精力给找回来。对对,对哦，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我们。 真的，孟凯现在用有戚戚，因为以前都还有打球，但是现在开始在忙自己的这些呃事物的时候，真的就比较难有这样的一个运动时间，所以也希望期待有一天能够来跟跟我们淡水地区好朋友来以球会友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来，那李事长，我们知道是说接下来您这个五月的时候，哎，四月即将接任我们第五届的这个李事长嘛？哎，那。 有没有除了您刚刚有提到是说上下半年度希望设计各一个杯赛，以及就是说呃下半年度这个是算是淡水区的小型运动会的一样概念，<像>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因为其实您在淡水慢速垒球协会其实第二届的时候已经担任过理事长，那这一次又再重新。 呃，回锅也算是所有的协会的会员给您的肯定跟用心付出了。那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想法是,是在想要跟我們观众朋友来报告的？我接触运动已经将近四十年哦，从十岁到现在五十几岁。嗯、我的期望就是说，借由运动来教育我们的小朋友，对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会读书的好学生，我相信他的自律性比较好。嗯，那现在万一他对读书比较没有兴趣，那是不是就否定他呢？不应该这样子。对，哦，我们台湾的教育在性向这一方面可能还做得不够。嗯哼，哦，行行出状元哦。如果说他喜欢运动， 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叫他走运动为职业，但是先让他知道说，运动里面你需要尊重别人，你需要遵守规矩，而且运动的礼仪哦，运动的一些气氛，你都要去认去认同他，你才能参与哦，而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那我刚才有讲说，我们从小学如果说推广热热棒球哦。 让他知道团队，哦，你需要你的团队来一起活动的时候啊，你要彼此加油、鼓励，嗯，哦，信任等等，让他知道说团体生活是怎么样的，哦，而且，如果说你今天在打球失败中，你如何重新站起来？嗯，不要为一时的失败，哦，你就挫折，让他我自己在。 学校里面当过家长会长，我很深刻的了解说，嗯、哦，一些比较算是说他资源比较欠缺的小朋友，哦，他没办法在学业上跟人家力拼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样。那刚好我本人在经营便利超商，嗯、<哼>哦，那他们经常会来到我的门市里面哈、哦，东张西望。 我观察久了以后，我知道他连买一个零食的钱都没有。嗯，那我就慢慢的了解说，他们真的是很落实的。对，哦，我是希望说你来跟我打球，哦，我会提供一些什么哦、呃、简单的食物，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为食物，是为了兴趣。如果说你不喜欢也没关系，但是我会去发掘说你会适合做什么，跟他聊天。所以我在。 学校这个家长会这个区块，我也有涉猎，嗯嗯<哼>，哦，那就是期许说大家能在淡水这个地方好山好水，哦，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这个好地方，大家继续努力，<對>哦，继续耕耘，哦，因为全台湾说实在，也找比淡水还漂亮的地方，真的还找很困难。对，确、哦、实，我们地方是。 啊、呃，天地灵人杰啦，對對對真的可以这样子得天独厚啦。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如同我们希望好所在宗旨，就是只有每一个人努力付出、认真打拼，才可以让我们地方变得如来如后啦對對對所以我们刚刚的郑理事长特别提到这個语重心长，觉得说每一个小朋友只要他能够愿意。 运动扎根，并且来付出这个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来强身健体，然后进一步的，也许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个专注力跟学习力，才会嗯、呃、不敢说因为这样子将来变得这个怎么样飞黄腾达，但至少一定是对社会上是有所帮助。对对对，<是>啊，那我最后做一个我自己简单的一个结论哦。从、嗯<哼>。從 运动的角度去看来讲，看整个社会国家来讲，哈、哦，中华职棒今年成立刚好三十周年，对，哈、哦，慢速垒球就是因为中华职棒，哈、哦，才蓬勃发展，嗯<哼>哦，那我们反观我们的邻国韩国，那时候也差不多比我们早个几年成立，可是人家他们今天的国力，哦，他们的人民的。 那个所得是哦，都已经超过我们台湾。嗯嗯<哼>。那或许说没有直接的一个最佳关系，但是我是觉得说，它对整个消费的环境绝对有帮助。是哦，它会对对我们淡水整个经济哦会有稍微有一点起伏。我不敢说马上，但是个人在经营便利超商的理念里面，嗯、我是觉得说，钱就是活。 运动也是要活沒<錯>，没错。哦，我也希望说广邀各地的人他来淡水比赛。那他来比赛，他会知道说淡水这个地方真的是地灵人杰，<錯>他会知道说住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真的，哦、哇，真的感谢我们郑理事长，也希望我们地方的不管任何运动，<laughs> 只要你愿意走出来，都是最好的选择。<laughs> 我们休息一下，稍待再回来，谢谢，谢谢。